都罢工了啊，外面砸了十几辆了啊，都停下了，再不走就砸烂了啊，人都砸趴下了啊。为了支持全国各地卡友们罢工大行动，经过我们山东所有司机商定，定于本月十日上午在全山东聊城市开展罢工活动。在我们罢工期间，请本地的外地的车辆做好一切准备，请配合我们做好此次罢工行动，不要在全国范围内接货拉货，包括进入山东。如果有车辆进入山东私自拉货接货，所造成的后果一切自负。为了我们以后的生存，大家的利益，希望各位司机卡友们自觉遵守约定，打倒货车帮，运满满，垄断这个货运市场。货运价格太低了，是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反击了。所有司机卡友们团结一致，众志成城，坚持到底，打赢这一仗。我代表山东所有的司机们向全国的卡友们致敬。